呢排突然间发现咧，佛山啲沙爹火锅好似雨后春笋咁样，全部飙晒出嚟。所以我今日闭眼拣咗一间禅城火锅第一名，啱开就已经禅城火锅第一名咯。真的好，人均两位数啊！呢个沙茶味同埋芫茜煲一起出嚟嘅香味真系好香，我觉得佢好抵啊！二人餐168，安格斯牛上脑，跟住一个高油，一个九节虾，一个牛肉丸，一个蔬菜丸，鸭血肠零丸，蔬菜拼盘，仲有华丰面两饼。平时食嘅沙爹火锅，人均130几蚊。大把地方都是咁样。靓女，你哋啲汤底系咪自己炒噶，自己煮噶？啊，是吗？你睇一捞，好香嘅沙茶味，重香料味嘅嗰只沙爹，佢有少少辣嘅嗰一种，我喜欢。皮蛋芫茜豆腐口味，试下有乜唔同？好鬼香嘅芫茜味啊！有冇人系唔中意食芫茜噶？纯粹嘅芫茜味，超香超香，感谢吗？各位，这个是九节虾哦，咁大只喎，佢哋真系跳得太犀利啦！我都未食，我攞个嘴剥皮就已经食到佢好鬼甜啦，睇下佢高唔高，睇肚腩系好高嘅，少少海水嘅味道，所以佢有啲咸。呢个系我单点嘅生蚝，19.9四只，哎，还可以。蛮大的，哇，真的好鬼鲜喎！沙爹火锅当然是要有面的啦。